了你。你今天跟圆圆干嘛去了？我今天遇到点问题，是师尊帮我解了围。遇到问题？遇到问题你怎么不找我呀？我愿意帮助你啊，而且我帮助你我会特别开心。哎，你不要去找那个，你不要去找圆圆，真的，我比圆圆厉害，真的，魏志，我比圆圆厉害。你下次有问题你直接找我，我在这等你。魏志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，魏志，而且我帮你我会特别开心，这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魏志。思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我还要问你为什么在这儿呢？为什么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门口？我，唉，那个什么，我知道未知有点麻烦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。这个未知是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勾引你！你对魏灵月殷勤，我忍了，她是凤凰，可你对里面那个女人什么意思啊？苏苏，你别多想，这有的时候。这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对不对？你再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哎，我其实我自己也想不明白，就是我看不见他，我就想见他，见了他之后，我就想跟他说话，还想跟着他，而且我特别想关心他。够了！我现在就去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让他死得血肉模糊。让你再也看不到他。兰苏，兰苏，兰苏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胡闹。如果你敢伤害他，哪怕是一根汗毛，我都跟你没完。